影片开始前，感谢昨天赞助的各位，感谢网银，谢谢。第一次来，明要考试了，看影片放松很多，欢迎常来啊，考试加油！看你好多恐怖游戏的影片，让我开始想制作恐怖游戏了。想做就直接做吧，就算你不是把做影片当成一个工作，你也可以当成一个兴趣嘛，是吧？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昨天感谢的留言，今天正式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秋妈，来玩这款游戏叫做《妖怪商店》。《妖怪商店》是一个简短的 PHS 风格的恐怖游戏。你已经在当地的一家便利商店找到了一份工作来支援你的学习，但是这家商店可能有着黑暗的神秘过去，客户走进来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？这个画面看起来好像比较偏向真实风格，对不对？应该还可以啊。我们直接开始，刷牙、吃面包，每天要做的事情一成不变。看起来我就是个可悲的打工仔啊！这是什么？有一根扳手欸。有东西可以调查吗？看起来是没有。这门出不去是怎样？是因为我还没吃早餐吗？还是我走错地方？这边才是门哦。有吗？有门吗？欸，有欸。这是我厕所欸。洗衣机。感觉这个套房其实还不错啊，对不对？该有的都有。房东没有亏待我。我现在在刷牙。好了，刷完牙了。刷完牙吃早餐，今天的早餐是白吐司面包，白饭配白开水，太棒了，最喜欢这样吃了。Hello， 我的名字叫做 Takayashi， 我是一名19岁的学生，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工程师，然后创造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、发明之类的吧。为了能够支持我的学习，我每天晚上都去便利商店打工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。这家商店有一个神秘的过去，但事情很快的就平静下来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大多数的时间，现在这家店很冷清，但是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即将发生，应该是闹鬼吧，对不对？在哪里？我在电车上吗？まもなく六番線に快速大目行きが参ります。危ないですから黄色い線の内側までお下がりください。お下がりください。我在火车上啊，所以我上班还要搭电车哦，那也是蛮远的。小六，小六便利商店，611，这边有个贩卖机耶，贩卖机可以点吗？他说现在这个贩卖机不需要补给，应该都是满的，因为没有客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进去吧。等一下。他这个超商的格局怎么跟我们之前上次玩的那个 Robux 的便利超商是一模一样的、啊、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有一间厕所嘛，是不是？开门。嗯？厕所门打不开。那我现在要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他叫我把货架整理好吗？然后变出一包垃圾。这应该是我要拿去丢的吧。我发现他的任务地点好像都会用这个打卡的图示来标记啊，还不错。这样至少我就知道我要干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去丢垃圾，走喽。没人。Hello。对嘛，一模一样的场景嘛，我们上次有看过了。垃圾我记得在后面。没错，这边有个垃圾桶。捡起来，好。不能跑步。丢垃圾。关门，这些不用丢吗？那我要走咯。好，然后应该是要去整理货架吧。墙上有一张纸欸，这应该是我任务清单哦。我先看一下，没有客人吧？没有。哇靠，这个文字是，请问一下有翻译吗？我是认真看不懂这种的英文字体啊，非常非常抱歉各位，我真的看不懂，我是认真看不懂啊。如果它是一般的英文字体的话，我还能翻译，但是这个我真的没办法。反正我们当过这么多的超商大夜班了，要做的事情应该都差不多啦，就是补货嘛，倒垃圾，整理商店，然后应付客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都很熟啦，虽然我们没有做过夜班，但是游戏经历丰富。这是要干嘛？这个箱子是要补货吗？我看一下。有没有地方需要补的？通常箱子是要登记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登记有多少货啊？是这样吗？看起来不是。那我刚是干嘛？我刚用这个电脑是干嘛？打卡哦。是要丢掉是不是？
有客人来嘞。我们箱子先放一边啊。到底是要补货还是要把箱子拿去丢掉？哎，客人你好，客人。他的头转了360度，各位。哎，没有180度，完了，出事了，各位。这应该不是一般人哦，怪怪的。然后他的大腿怎么这么肥啊？看臭肥仔耶，这么胖还敢吃宵夜哦？这啥鬼啊？付钱啊！谢谢光临，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。哎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太累出现幻觉了吗？啊，这个箱子我真的是不知道要干嘛哎、欸。啊，这边吗？哎呦，原来是补货，白痴是不是？他给我把那个绿色标点设在柜子后面，完全看不到，超坏。我们先把这包垃圾丢掉，然后再把另外一箱拿去补货。这是要补哪里了？这边。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。好了，补完了。还有事情要做吗？后面开始下大雨、欸，非常符合我现在游戏的气氛。感觉等一下要出事了。哎呀，丢垃圾啦！这边还有两袋垃圾啊，最后一包垃圾丢，结束了。应该没有事情要做了吧？还是要拖地？有需要拖地吗？我们检查一下，货架都正常。好，打卡下班。不行。对啊，没有东西要点啊。哎，画面怎么卡卡的？干是不是有鬼？什么声音？哎，门打开哎，看厕所门打开了，是有人在偷用厕所是不是？啊、大便要记得冲哎。害的，他叫我躲起来，我要躲去哪里？躲到厕所里面哦。有人在门口欸，然后我被关在厕所里面了。他是叫我吃屎为生是不是？欸，放我出去！哎呦，干什么东西？不是，他最后那个惊吓点是什么？有人看到吗？完全没看到最后的惊吓点欸。然后游戏就这样结束了欸。这个游戏做的比上次那款 Roblox 还要简陋超级多，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内容，真的没有什么内容。非常非常的无聊，我还不如去玩那款 Roblox 的游戏。你好歹最后来一个超级大的惊吓点嘛，对不对？一个非常恶心的鬼脸都好啊，算是给这个游戏一个完美的结尾。但是连结尾都是非常非常的烂，我只能说就是一款非常非常名副其实的粪 game。 好啦，没关系，粪 game 有它粪 game 的好处嘛，至少我可以偷懒一天。那我们今天这个粪 game 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订阅我频道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超粪，笑死。We'll be right back.